一个蒜头口的灯笼瓶，雍正时代的，这个情况有点发挥。高度有33公分，8线或者是8线图。你看这个皴法，还是有康熙的那种作风，松树。上面是有几个神仙骑着凤凰。八仙贺寿，寿星公，有点意思啊。看这个皴法，是雍正的通景，可以算是通景了，差一点点。口径是9.8公分，这个口径啊，蒜口瓶，也像蒜头瓶，蒜口灯笼瓶。底径是13公分，双穿，你看这个胎，圆张圆就。秀才，胎质洁白、坚硬，圆张圆就，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釉面都很硬了。釉面不要看雍正都有这种情形，去到乾隆可能就有点有波浪的，这种釉面出现了。最后这个乾隆晚期、中晚期都是，你看还是有那个康熙的那种遗风。再看看那个用青花画了很多旋纹、很多线。秀才，那是这个灯笼瓶，这个造型是，非常非常的，准确工整，没有变形，应该是八仙贺寿图啊。这种如意云，密集的如意云。雍正开始就有了，一直到乾隆。